小时候，锦衣卫突然冲进来，我被流放到南方，去做收马。是他救了我。他向我发誓，会倾尽所能，杀威诛仙，扫除阉党。 东厂的魏公公听说最近上好厉害，原来就是为了这件事。石烈、石伦，所有知情者都不能留。你们怎么能让他跑掉？哪试出来了一场？要想不这么死，就换个活法。说吧，现在是什么？一条生路。 草一般就没了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